德华两把四板对抗路，针对赖神只为了在赖神突破口拿下半决赛。兄弟们接上条视频，来到赖神对战德华二番站。第二把德华队伍针对赖神对抗路，与此同时赖神这边也对花子英雄池进行了针对。他们没有进，我没有这个英雄池。把孙策进来，我先。对对对，把孙策先进来。对，我们要到直接把这个花子扳死，我们把狂铁也扳了，你们说好不好？最后一刻教练 BP 让赖神掏出了一手关羽。我们这种直接拿关羽是最好的吧？我们就关羽大司命呗。 我们这关羽大司命不是随便打吗？你团战哪有人限制你啊？他机枪版都办了，你关羽还有啥怕的呀？哪吒，我这边他守关城建的那边，然后他直接就是别你冒那啊，别吵城建边你冒就一直去抓，他有机会你俩这个崽了，他敢带惩的。一直抓上，知道我这把红开好是不是？对，由于这把花子边路哪吒带的成绩，两分钟消杀沈梦溪边陆续进行针对，但由于赖神关羽不够自信，多次给机会放过对方未能第一时间出手。 然而在两分四十第二次针对之时，赖神又因队友提醒不敢继续输出，放过了花子。上卷，延缓上卷，后靠，延缓后靠上卷，延缓上卷，延缓上卷。你现在节奏，然后加不上这种后卡，延缓死不了。四分钟听安拿下暴君，赖神赶到未能打出关键作用，又被逼出大招，立马逃离战场。不过很快五分半，赖神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。 赖神选择放线进行针对下路，绕到对方后排，当即拿下了对方射手第一血。快点，快点，走走走，这时候已经晚了，这时候已经晚了，走不了，走不了，已经晚了。哎，这不，我大过去都不会死啊！天啊，这不能死啊，兄弟！阿技能锁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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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锁。 此后，赖神便将老夫子的那一套打法运用到了关羽身上。赖神不断管理边路兵线，拆完上路，拆下路，好几波绕后，机会都未能及时把握。他在打架，他在打架，他飞了，他飞了，接一下，接一下。杨还没闪，杨还没闪。我杀一个，我杀一个，人把人了。兄弟，正面好像打不过了，打中段了，打中段了。哎，闪现，好，谢谢兄弟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没有？ OK OK， 无敌有生命团战，无敌兄弟，这波死了，无敌无敌一换了，生命的。 沉默和健康火箭的非常之好。13分钟，德华队伍压境中路一塔，经典绕后又出现一波失误的迷之操作。14分钟，赖神成功带通上下两路外塔，甚至队友在下路四打五被冲烂之时，赖神依旧还在上路带血。越来越兄弟，快走快走，能走吗？射手，哇，被冲烂了，兄弟。 我说，他们都退不了分塔。眼见三名队友倒下，赖神立马开启大招打算断掉中路兵线，但由于一直舍不得交际跑，直到最后一刻交出疾跑，又出现了丑陋的一幕。能听吗？就一个兵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三，我这里死了，这边大师妹一滴三，三星大吕布。 还是得倒一波，感觉完了，关羽把线给清了，兄弟，这就是赖会把线搞得很好，完了没清完啊！17分钟，赖神绕到了对方红区，结果劲草的那一刻被听安夏侯察觉再次。于是赖神当即开启大招横穿马路，从对方二塔进行了逃跑。最后一波，德华队伍拿下主宰，推上水晶，赖神绕后进场顶向四人，结果赖神因扛不住伤害率先倒地，第二把以0-2败给了德华队伍。 他们打的，人打不动他，打不动。好肉肉，我操！我感觉我们打不动。只有阿里一个人能打伤害了。没关系，你活了进来没了，这边砸过说你死。那没有。快拉后，快消，我靠！哇靠！别别别，阿磊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去死吧！可以，阿磊，哎，王爷卡了。哦，死了一发，死一波，其实我已经一直在砍后面位置了，真的，有好几波盘，我一直盯着他们 C 位，他们 C 但是就你开火，在我的视角是一个哪吒冲上来，你们四个打他打不动，他们其他人都对畏惧我，都往前冲了一开始，没事没事，好了吗，兄弟们？他哪吒只能用一把，开一把吧，下一把下一把，输掉比赛后，即使面临着满屏的鳄鱼，赖神仍旧坚持开启了第三把。第三把还是相同的结果，德华队伍针对赖神英雄池，赖神这边同理对花子英雄池进行针对。第三把最终赖神掏出了狂铁对战花子亚莲，游戏开局蓝猫露娜的蓝区就遭到了四人入侵，送出第一血。 赖神这边二级与花子对拼，从中抢下河蟹，但最终自己因舍不得交闪导致被花子完成了单杀。我能靠过来，下路能靠过来，打了有点凶了，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
我操！哇，他单杀！哇，对位单杀，完了还跑了，兄弟！帽子哥，你给我狠狠的被五禽吧，五禽赖小岗！连续三把的持续低迷，逐渐让赖神失去了自我意识。三分钟，在队友的提醒之下，赖神再次迈出破绽，被北北抓单。你稍微看那里边，别在哪，中路在哪？没了，没了，中路密子，中路密子，中没了，中路没了，中路密子，中路密子。OK OK， 中路我看不见。中路能给我单吃吗？我现在有点穷。你单吃，你单吃，但是你小心点，我帮你打下人吧。我后清，我后清，我后清。他勾引我操！妈的，谁在上？谁在上？哎，兄弟，不要了，我帮他去补下线吧。我帮他补下线。是这样，完了又被抓了，兄弟。我都感觉这北北真的每次都搞不来，因为每次都搞对方路。不仅如此。失去自我意识的赖神四分钟又来了一波让观众血压飙升的操作，赖神强行断线，结果刀花子驱赶，不再敢操作的赖神当即卡掉了自己的一只前排兵和一只炮车。他过来我就打他一趟。上路四个，我们过八月，我们再将跟过再吃经验。六分钟，赖神放线帮队友守盘区，结果还没摸到对手，自己便被花子北北逼出闪现，又一次送回泉水。哇，这么急！十二分钟，德华队伍推上高地，赖神被消耗大残后闪开守约，将自己断送了第四个头。队友撑到十五分钟，最终赖神以零杠五被拿下了第三把。那你得小心点，你这几把被抓的太多了，有点崩下半区。我的，有点对不住兄弟。稳住，这几把没事没事，下把。我爆了他中单了，你得注意一点。我说了，他会一定针对你这个点，你不要老跟他上头拼，你一拼他就中单就抓你，知道吗？两把了。